经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准。这也是我国首次派部队参加西藏经济。咱所在的二大队共37个人，其中有3名是刚入伍的新兵，一名职工殡葬。大队长刘文来西藏之前一直在云南的传说，这是他的荣幸。新兵小冉和他的2个小老乡是今年入，怕什么他们也说不清楚。来到西藏时间长了，觉得这里也没这是什么。分3个阶段，普查、详查和勘探。他们现在所做的是地质工作的第一步，普查。通俗的说法是大面积的、普遍的勘查。吃饭的时候，小冉他们听不懂老兵说的是什么，但听得出大家都很着急。晚上我说，我讲的，俺那个一般他们打了2个工，报给他当秘书呗，行吧？也叫啥嘛？后期明天转不要开小转，后期你在旁边。后期的羊肥到了，后天这个过来。嗯，打那个孔就打那个羊。哎，老子还不5个生产的，你累了就想抽支烟。我们卖个烟呐，打个酱饭啊。这一段在房价上拉上，全部拉点。拉些是干完了活。一天回来，干完了活。你这个月干到600米，我都敢放家里出去。耶！那啥都干不了600米，干啥？一个月你干2本就可以了。大队长，那个机台分任务咋个分了？还不分了？分了吗？就在他们收工的时候，山那边下起了大雪。刘队长召集骨干会商量对策，可以说是普查阶段。播出是过河，到底什么情况我们也不知道。我们现在干，根据现在这个。这条线的情况的话，那一般是2线是吧？对对，暂时把这边暂时不往干，摁骨头先不往啃，一来就啃硬骨头，就把人的思想啊，你老干不进，老往思想很有影响的。那么我的想法就是把它挪一下，挪到62线去。62线，你明天就开赴62线。新兵小冉在家的时候就很勤快，平时他也总是闲不住，收工后便来到炊事班帮厨。拿进来嘛，把那个蒜拿进来，拿着。这边大伙在发电，在高原上发电很困难。大兵大哥，这人在家做过饭没有？喜欢吃饭啊，在家买糖炒菜，在家里经常炒菜啊，所以我炒菜还炒的比较快。不要辣子啊！不要了，不要了。这就是好，这就是三斤半。兄弟，压压。这儿，边削，行，边削，边削，要。油门大了，油门大了，带点鸡肉来，鸡肉来，要，
太错了，太错了。二天，刘队长为了加快工作进度，决定加开一部小钻机，把在家的后勤人员也都吊上了机台。说这个地方一天里有三个节气，早上晴天，中午的太阳很大，紫外线也很强，下午便是风雪。可今天的风雪来得早了点儿。就在今天，刘队长接到了上级下达给他们的全年工作任务，要求在5个月的施工期内完成钻探进池1700米。从现在的进度看，要完成这个任务，必须加班加点，放弃休息日。刘队长的压力很大。啊，收个劲。是吧？我也不行，我也不行。这个是嘛是贴心的，来。小冉刚到部队，不大懂得业务上的事儿，他就知道拼命的干活。他想，这样会减轻大队长的压力。我也是想你们把下面某个事情办好。一、二、三。分了，分了，分了。来，分了。皮带给我穿上。先拿过来。这边跑手先看。看哪看哪。这全部这车上。来来来来。放开那个。接通道这个。那台全是。来来来，你说说。那边那边那边。